最怕这种人在身边，连累健康也遭殃。那一天的早餐事实上就是婆婆准备的，然后就有了一杯鲜奶，已经过期15天了。一家五口一起挂号，媳妇其实很无奈，又不能去骂公公婆婆，连续好几天熬夜加班都没有在睡觉，他40多岁，那个就是脑中风。老板就觉得你可能真的就是不适合这个工作，你只能去做一些其他的筛选。好不值哦！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熟女家务事。